是一辆汽车，两辆货车，一共可以拉多少轮胎呗？那些日子我玩的嘛，然后我就让回老家回来带钱一走。哦，回老家。金毛风车。啊，一会儿超时了。没封住啊。你说你给劲儿花那么长时间，后边再赶过去。我曾经跟一个夜吧的一块玩，他跟我说，就两个布局，先手后手，先手就走那个，后手就走另一个，然后布局特别省时间嘛。啊、嗯，脑子里都套路齐齐。你可以提，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给我学，放慢脚步。我觉得我应该练练身残力，就比如说跑式、上双式那种。没有用，你放慢脚步。
净带一步合兵，马骑没有。啥事儿？他给我舔稳健点儿，不怕。
嘟嘟嘟，行了，顶过肚子。哎呀，握手的时候。交流到此。Thank you.
Thank you.
将五。行。哎，对狙，马毒是松，还是是？不行了，搞死的呀！嗯，二分不上，八分了。进重兵了，怎么退了？您霍金，王飞线了，弄着眼光刀走起来看呢，飞行货。过来了，小编码的
就投一局，不离。不离。对。我操！已经谨慎了。小马，小马给他弄死了我。神笔马良，先拿一个，先看看地，看看地怎么用。七，红七一个。嗯。再七一个。这个他先砍掉。啊，先砍掉我，踩到狙。这不那个吃了吗？那吃了也没嘛用啊。那狙在那儿待着吗？这玩意儿死了。不能吃，他吃的他。我想。回马，直接给他踩死。回乡，回乡他怎么当啊？别的不提，就吃死亡。这怎么办？大马上来弄了一刀，这儿没有，我操！我操！你怎么办了？哇！上马，我操的，这么生猛啊！我操他，他让我狙都透出来了，不拿我当嘛？我看看有嘛金，我先看看。去我炮还在那儿呢，净瞎掰。他为过兵，我攻我将，我想反手啊！你过个兵，我过个兵还新鲜，过个兵还新鲜先猫上点，别瞎了算了，对吧？冲！冲锋！还冲锋！发现人闹！
小马压住，还在闹。保留这个兵，我过仨兵，我弄他。我想过仨兵，嘿嘿，这兵都给他灭了。踩死你这兵！急了，这兵急了。我仨兵踩你，踩死你！无中套去，无中套去，小曹，你要埋伏上，啊，咋？我看你敢中套。是司马。什么司马？我像了，当不当？司马，我看看。法教不管用啊，那都无上，就吃，还就非得吃这个。一挂只能出去，然后再吃我套。行啊，我飞个线。来个双链就得了。退炮。话我就也动不了，就怕我完了。这马怎么办？那我像呢？那我像不管用，塞眼儿不吃你吗？啊？塞眼儿不吃你吗？不捅死了。他他妈双江必弄将，我进去的，我没空吃呢。他他妈的，他多油，我这个白菜，哎、我他妈吃我操了！操、哎，他吃了双江，他还吃。这我变吗？这个不变，就不是。哎呦，你咋唱？Thank you.
关啊。嗯。往四里通行。
常不满哈。嗯。这盘要拿货啊！退马彩炮行吗？是。行，那行。看你不行也得行。嗯。救护吧。狙得。这个棋他妈死猪鬼哪儿跑呢要不一跑啊再跑咋有对中狙吧升起来宁波新狙太别了对吗我拿出来再走吧上去
小鹿大王了，这就是书房里最姓名的。那我操，他双击错，我来个双击错吧。我操他，这他妈！你别把瞎骂人，老大不服你。这个真的真不服，我操！你这二军挺厉害的，怎么到临到头还吃我？我对吃呢，不说这回，我看看。我是钢板炮，他不是钢板炮，吃到我马上受不了。还玩扔？对棍。看你那小马往上跑，哎呀，哪有活路了？这棋，我一手是吃肉，你打，看看这点心气过去，吃不了了。我感觉气的我操不行，中间亏太多。哎，他走这个棋。我不要那个马，我不知道，不能要啊！他还不吃我，吃我退一招，将，将我怎么办？什么问题？上字了，我踩他，砸我五中，谁他妈支持？先打吧，我也不管了。降降降，随便了。放那不降了，出降。行了，妈的，主大能走这，我以为你踩我巨将了，还操！踩巨将，对。随手其实我还降降降。哎，这个棋我觉得应该是二路狙兵的，他干嘛用好？我是不走，不哪不对呀？怎么总是妈该着棋呀？操！用的还是妈像口语这些，反问句都好。棋子能冲兵吗？往下冲兵。嗯。往下冲兵，他砸我的车，在江。砸了车。进去冲，砸砸砸砸！第二步怼死我。他有一个炮塔呀。炮塔你得跑将啊。你跑将得挪中将啊。你将他呀。他有个反将。你往下怼呀、啊哎。这棋不没不懂是吧？不是，他炮被砸了。他也不懂，你别跟他解释，他的砸不就吃马吗？我不得吃车吗？哦，我知道了，这个解开了。
这个杰克，我那一瞬间光想着能不能僵死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就回来了。他僵了，他不敢打狙。打狙我垫不了，我中招。打狙僵死了，打狙累好一跤，泡一跤了，惯了。我看了就行了。其实刚才你抽狙最好。打狙累好一跤，你垫狙垫你头死了一步。这期我上马是那头去了，上马他那头去，那头去倒立了，我靠，是倒立了，啥？还成了打毒啊！上马他都要了上，要不了上，你进去看就行，算什么行？算算上，那滚我江！啥？我多上过马，多上过马，都值了。这一广播聊怎么做个大夫？多上过马，你不看看？我现在照累的也不行。上过马，上过马吧，起不了，对错了，现在。滚掉！算了，小兔往下跑，形状不错。是个马，这个马你知道，踹下跑，刺好，踹好。要不要分项？分项打车，他思路，分项打车的思路。分项打车的思路。好了，太好了。这样子他站不了中炮，要不然他站不炮。现在是不能让他不能不能让他不能走吧，这样走吧啊，这不能让他站累了，再这样就不好活了，这期这点打象还挺厉害的，我分开了变上了，上了半个场都没有信心，啥呀？咱不敢当着吧，他一奔槽看不住槽呢。啊？看不住槽呢，行。这话咋了？不奔槽了吗？背朝之势啊！这是个僵死。嗯，僵死。
同时逃走。哎，超时了还，啊，你超时了，我没看超时了，啊，我想吃了一下吧，吃了一下怎么样？你。